大肚子，不舒服啊，卖东西的很难受的滋味。别人是不能，不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都不能理解。讲到辛辛苦苦种下去的种子啊，每一亩地都要个300块钱左右，这些全部都泡汤了。所以想，心里头是想到我自己以后的日子可能不好过。 都是好些，好些质量高的了。那家伙都投资好也，好些质量高的了。俺家还有种他们的地的，都种了60、50亩地的，都我都弄投资2万多块钱，2万块钱搁里头。嗯，这一下子全部都烂了。你现在回农业啥都大些了，现在自己连那个青菜都没长。都是什么？俺弄的也看着那上上那个养的嘞。俺弟在哪个方向？你瞅着是泰大，你有时候学校有的都出来了是谁过？受着粮食靠脚上，有的就靠这上有的就靠的粮，俺弄很多都全都是靠粮食，弄出来好像庄稼不收，当年穷就是这样。 都知道，今年开始下雨，雨水那么多，养鸡俺这两年都经过多次了。你看，昨天到今天晚上到今天也，至少有一次吧。嗯，那个树就是我家的树。哦。以前就在那个树，昨天下午是在那个树下面。今天早上你看，你跑到这个地方来了。 下雪，抽上了，抽上了。现在是大的，现在上面是大的。啊，现在多了就好了。下雨不行啊，你啊，咱俩没有，今天下了，下下了。你昨天嘛去嘛买点面条啊，买点面啊，我就买了点蔬菜，买一点粉菜，蔬菜这些东西放在家里，然后够吃个一个星期的，我也准备。嗯。 那边会不会我们是更大？为了保他们呀，还有淮北一些活动，矿那些工厂呀，那边比这边都重要，是上下坎伟大家嘛。这边主要人安全，财产嘛也算不了多少。不光是最好，但是想想要是不泄洪的话，雪，大吉给它冲开了，麻烦更大，是吧？不是说就咱们王家坝湖南县这一块地方的，雪洪。 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灾区，这是天灾，这不是说的是哪个人造成的。
大家都分解一点压力。这绝对要的最贵的，最好的，这说的是最好的。